有外往内再往外，对不对？从这里拉，让它拉过去，有接的感觉。那你也可以接的感觉比较好，好吗？从里面拉出来，可能会墨比较好看，比较有墨的感觉，这样对不对？好，那就感觉过来。好，那当然这个是这样头比较大的，所以呢，你要写成这么小就好了。那要怎么写小呢？这个第一个，你的空间的安排上要写紧一点；第二个，笔画上写细一点，懂吗？然后当然，如果以楷书来讲，还可以让它有个斜度更好。让它就好看。所以它这个，所以这个不能不需要让你的这个弯太大，这不能太大，太大以后就不好，底下整齐度就比较困难了啊，所以。跟刚才讲的，就是笔画上细一点，然后空间安排紧一点，这样 OK。这个就不需要出去。有人这画出去，可是这出去比较难看的。但是那个谁，那个李英杯就很出去的。你离开了一点点，所以呢要注意一下哈。紧凑一点哈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拉太开了，而且很松。所以这个字整齐就好看啊，可以整，这样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样拉过来，圆弧一点点，一二，再拉过来，那这样就比较干净了，到，前，这样对不对？到千圣之国，所以转弯有没有？这样拉过来，好，你要去啊，这样上去，拉过来，不意味着把它晃光，然后接到这里来，往旁边。让它有个落差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点点再接过来的感觉，有没有？然后从上面再往回踢，这样过来，然后再拉过来，春天，是吧？停，再拉过来，春天，点，它这样拉过来。